乔乔今天要演奏的是《欢乐钢琴》里面的《迪龙我的小恐龙》，好，请开始。弹得很棒 ，OK， 好，下一首。那个夹子你先弄掉，把它拿掉啊。好，第二首是奇怪啊，怎样？你要弹这首吗？好。好，第二首 ，OK， 好，你帮我用一下，因为我只有一只手。好，走开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第二首是奇怪地方。剩几分钟？什么？剩几分钟？剩几分钟？15分钟。你可以不要打自己了吗？然后你是觉得这是噩梦，要赶快清醒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来第二首，准备好，位置放好才可以弹哦，位置不一样咯，仔细看它的位置不一样咯，这样，是的，好，背挺起来 ，OK，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开始咯，好，奇怪的地方可以开始了，干嘛傻笑啊？可以开始了。拍子要注意哦，它是三拍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录到这边。